运载火箭和航天器转到发射区之后，一方面呢，我们要进行一些状态的确认，通过一些加电和检查，确保问天试验舱各系统以及我们运载火箭地面试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第二个呢，我们要把运载火箭呢从这个以前的测试状态转移到加注状态。第三项呢，那就是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加注发射了。整个的时间呢是比较短的。